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小品之王赵本山，红透整个娱乐圈，大名鼎鼎小品王，一生演艺生涯忙，央视春晚的常客，收获掌声无数个，年年春晚压轴戏，印象深刻难忘记。因为身体不太好，如今登台非常少，激流勇退需退休，钱财名誉身后丢，钱财名利都放下，娱乐圈里传佳话，隐居乡村真正好，有吃有喝来养老。本山老师造诣高，众多弟子来感召，本山集团真多年，培养很多好演员，表演传统二人转，小品影视也都干，兢兢业业能吃苦，不忘师傅的叮嘱。尊重观众引欢笑，各大媒体都来到，本山传媒来报道，这家公司真是好，小沈阳宋小宝鸭蛋粉丝也不少，众多弟子都出名，推拉弹唱样样行，早期拍摄刘老根，乡村爱情到如今，连续拍摄十五集，影响深刻难忘记，观众朋友都喜爱，各路大咖都存在，希望继续拍下去，东北风情来演绎。时光匆匆往前跑，本山慢慢变苍老，没有精力和精神管理公司一群人，儿女没进娱乐圈，没有经验去接班，这个公司谁来管才能良性的发展。本山老师徒弟多，哥哥才能没法说，哥哥徒弟都有才，绝招都是随手来，随手拈来的绝招，哥哥演技都很高，无论谁当管理人，公司发展都超群。究竟有谁来接班，网友热议吵翻天，众多弟子顶呱呱，究竟花落弄谁家，究竟谁能来接任，网友纷纷来讨论，网友操心瞎胡乱，本山老师有答案。湘剧中的谢广坤，原名叫做唐建军，本山老师的徒弟，拥有精湛的演技，这个徒弟事迹多，就不一一对人说，如果有人不知道，点我主页有播报。很受师傅的认可，常把师傅来辅佐，本山老师来帮助，管理清澈和熟路，不但演戏很有名，还有管理的才能，管理才能很出众，他对公司很有用。本山老师常叮嘱弟子之间多帮助，只要不是天要塌，大伙千万别分家，永远团结一条心，相互扶持去打拼，相互扶持去发展，道路越走会越远，那个会越远。作为爆料拜拜和出轨，陈一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